来看到这样的美景了。现在因为疫情期间不能出国，都让大家发现其实台湾也有好多地方很美，不输给国外哦。像是在苗栗大湖呢，这边海拔不高，因为地形的关系，每年十二月到隔年的三月呢，山区就会出现一大片的云雾，就像是仙境一般。大片云雾沿着山坡倾泻而下，云雾化成云海，在山峦间波动。缥缈的云雾出现在苗栗大湖乡，这里的海拔高度只有八九百公尺，因为地形的关系，每年十二月到隔年三月就会出现如此梦幻的美景。关岛山脉刚好是南北气候的分水岭，空气阻隔起来，到天气在变化的时候，就会形成这个自然景观，就有沿海的。大湖山区的枫树和五叶松也开始转红，搭配白茫茫的云雾，宛如仙境。当地还有产生姜，在热水里丢进生姜片，泡出生姜水，然后制造出生姜水蒸。倒进木桶里泡脚。对啊，可以看云海啊，今天很难得啊。常常来这里吗？不常，第一次来。疫情无法出国，苗栗大湖区冬季游客就比往年多两倍。同样也是利用当地产业发展观光，彰化社头一连三天举办织袜芭乐节。模特儿拿着芭乐走秀，因为社头有芭乐王国之称，十二月又是芭乐产季，这时候来社头就能吃到现采芭乐。舞台旁边也很热闹，有130家袜子工厂摆摊，想买丝袜、网袜、长袜、短袜、压力袜，各式各样的袜子都有，比市面上还要多便宜一点。就是一次来就把家里的人都买足了。社头乡盛产芭乐，还有许多织品袜子工厂，两大特色产业结合，民众好逛好买，也替业者在岁末年终时再冲一波业绩。华视新闻综合报道。